就说你想办法弄5万块钱吧，这是他媳妇儿，要么就是让我见不上明天太阳。小刘是河北省廊坊市一家修理厂的员工，3天前他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功能添加了一位女性朋友，两人经过几天的热聊决定见面吃饭，可是刚一见面就发生了这种让小刘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打工的也没钱，他说你想办法不在这剁你的手，完了就是给你扔那个大河里上，当时就在头上打我，也就那样恐吓我。被逼无奈之下，小刘只好给这几名壮汉转了钱，之后才被释放出来。在1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几名壮汉都在对小刘进行威胁和恐吓，这让小刘至今还心有余悸。到派出所以后，跟这个受害人接触了一下，详细的了解完这情况。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这个叫仙人跳，过去的仙人跳，一说仙人跳就是约这个有个女性与这个姿色被勾引，约这个男的见面，一见面之后有可能要发生什么，突然来一伙人，哎，把这个男的控制住，就连打再吓唬他。现在升级了，用的就是抢劫，因为首先他使用暴力手段，非法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哎，这个定抢劫应该没问题。仙人跳是指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人猎艳的心理，从而设下圈套骗取钱财的行为。警方分析，小刘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然是嫌疑人事先给他布置好的陷阱。由于事发时小刘身上并没有携带太多现金，于是嫌疑人让小刘谎称酒驾酿成车祸，向家人借钱。在这样情况下，小刘不得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先后给嫌疑人9000块钱。警方认为此类案件不同于其他的抢劫案件，侦破难度较大。因为小刘遭遇抢劫时被嫌疑人绑入了事先就准备好的车里，路段十分偏僻，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和证据，案件调查起来异常艰难。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有几名受害人前来报案。那么这些实施作案的嫌疑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现在又藏匿在哪里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勒索电话牵出可疑人物，嫌疑人却是受害人，难以辨认的车标，嫌疑人藏匿何处，主犯潜逃，异地警方抓现行，一线正在播出《猎艳惊魂》。据小刘反映，抢劫嫌疑人为3男1女，开一辆白色越野车，主驾驶司机也就是个儿差不多也就1米8几左右，特别壮。那个旁边那个女的，副驾驶那个女的也就瘦个瘦，也就个儿也就1米68到7厘左右。应该就是一个团伙，计划的非常周密。虽说小刘对嫌疑人留有初步印象，可是茫茫人海又到哪里查询他们呢？案发第3天中午，小刘再次来到办案单位，向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咱们通过这个通话里边找了一个号，然后咱们通过也是调查这个就是外围的这情况，咱发现这个非常可疑这号码的持接人也是一个外地人。小刘说，让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作案后还继续向他进行敲诈。警方通过这个用来敲诈的电话号码，初步锁定一个在本地工厂打工的年轻人赵斌。随后，民警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没直接的接触他，跟他的一些个领导什么的先谈了一下，
然后领导也都非常配合，后来把这个孩子叫过来了。一叫过来咱们接触的时候，咱就觉着有点不太像，对，不像。让民警感到诧异的是，赵斌的外表和小刘所描述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根本不相符合，民警逐步排除了对赵斌的怀疑。那么敲诈小刘的电话号码为何会是赵斌的手机号码呢？原来赵斌也是一名受害人。他非常不好意思的说他也是一受害人。他说后来一问他这个钱数多少的，跟咱们掌握的情况都一样。嗯，他是多少钱被？他是3200。原来就在小刘遭遇抢劫的当天晚上，赵斌同样遭到抢劫，事发只比小刘晚了2个小时，案发地同样处于偏僻地带。嫌疑人不但让赵斌用微信转账方式转了3200块钱，还抢走了他的手机。10点多发生的，也就是大拇指广场那儿第一个受害人，这个成功了以后，直接又约的这第二个受害人，影响很恶劣。嗯，在这个因为那个本身那个块区域呢，是我们廊坊市安子区比较敏感的一个城乡结合部，那块有一个这个一个大型的一个工厂，哎，外来人口也很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又接到了类似报案。根据受害人反映的情况，民警综合分析认为，几起案件均是一伙嫌疑人所为。嫌疑人作案都是驾驶一辆白色越野车，警方决定以车找人。白色的这个尼桑越野吉普，这个尼桑的越野吉普本身这就是也不多，哪几种车型我们都掌握。让被害人挨个的认了一下，还说都不像。第一个说尼桑，第二个说是东风启辰，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二个受害人在这个车上打电话借钱的时候，手机没电了，然后一插这个充电器，这个有一个显示屏，它这个影像里边就是显示了一个东风启辰的汽车标。对于嫌疑人作案时所使用的车辆，几名受害人说法不一，不能确定。警方随后调出了案发时段的监控录像，初步确定了嫌疑车辆的车型。发现这个类似尼桑的吉普，嫌疑人开的其实是一辆启辰吉普，他把这个车标前后的车标都改成了尼桑。拿了一个安次区下边有一个木口那么一个木口村，这一个嫌疑就是可疑人员，他的媳妇儿就是他妻子吧，他妻子名下就有一辆白色的这个东风启辰 SUV。 民警悄悄地对这辆车的车主白某进行调查。出人意料的是，车主白某仿佛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警方也没有轻易放弃这条线索，而是对白某身边的朋友继续展开调查。挺干净，后来咱们拿这个也没什么法儿，咱们根据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轨迹，嫌疑人他的周围，他这跟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民警调查发现，车主白某的一个朋友张俊经常和一对男女在一起，并且其中的女子很像参与色诱的女嫌疑人，但是民警一时无法掌握这对男女的真实身份。随后警方决定改变思路进行侦查。咱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可以定了，唯独就是缺一条件是户证，或者是有另外一同伙印证他那什么，咱就朝这女的下手了。当时咱们查了一下这银行这个它资金的这个流水，后来咱们通过通过这个调取银行的这个明细和对手。从银行调查的情况来看，受害人的钱被转入一个叫王东的人的户头，而王东经常开着一辆白色越野车。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王东和车主白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车是他向白某借来的，而王东和那名叫张俊的男子是同学关系，几个人经常混在一起。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王东的女朋友张乐很像参与色诱的那名女嫌疑人。后来咱发现两人应该是同行，并且咱们把这两个之前的受害人
也都找回来了，让他辨认。嗯，第一个受害人能明确的说这女的就是，扩大了这个嫌疑人的范围，逐渐了锁定了四名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让我们也秘密的获取了这四个人的相关的这个生活影像资料，把这影像拿过来，把我们嫌疑这个被害人叫过来一辨认，进行混杂辨认，被害人就指出了说这个说这几个人就是抢我的这个嫌疑人。锁定嫌疑人之后，警方立即展开抓捕行动。3月8日晚上，嫌疑人张俊和另外一个团伙成员落网。去他们家里边去抓捕的时候，他没在家。嗯，这媳妇儿，哎，他当时是从窗户跳进来的吧？就提前喊进来，门关着，从窗户跳进来的。你说你这个大学不是？由于王东和张乐没有在家，所以警方没能将这两名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抓获。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丝踪迹。据被抓获的张俊供述，今年3月份以来，王东就借了朋友的白色越野车，伙同其他几人来进行抢劫。刚开始，他们是以张乐为诱饵，通过微信的摇一摇去结交男性朋友，并且要相约见面。那么王东等人则是一直在旁监视，伺机对前来赴约的男性进行敲诈抢劫。警方初步掌握，该团伙涉嫌作案10余起，在当地的影响十分恶劣。那么在逃的王东和张乐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就在河北廊坊警方苦苦寻找这两名嫌疑人的时候，不远的石家庄警方正在部署一场扫黄打非行动。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修门刑警中队的民警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于是他们展开了秘密侦查，没想到这起案件与廊坊警方破获的案件有一定关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两男一女各怀鬼胎，遭遇抢劫，人财两空。一线正在播出《烈焰惊魂》。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李先生前几日因妻子出差，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这天下午，倍感无聊的李先生却突然收到一则微信，一陌生女子约他见面。媳妇没在家，这不出差了，自己挺寂寞的，就加了个附近人，就聊了个，看女孩挺漂亮的，就聊聊吧，说过来一块儿歇会儿。李先生在附近宾馆开了一间房，等待那名女子到来。然而他没有想到，此时的石家庄市一刑警中队的民警正在密切关注着这里。有人反映过，说这个，咱们这个酒店那样，有人这个利用上网这个视频的这个聊天以后啊，很快又见面，然后呢进去以后实施敲诈，然后抢劫这个事儿。我认为是嘛，他就是利用这个女孩子来色诱，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受害人，想达到一种比如发生关系一些想法，但是呢，他实际是不发生的。民警得知警情后，正在秘密监视事情的发展。
们控制女的以后，叫她不要出什么话。然后我们说你干什么了，就是就问她，她当时不承认，什么也不说。不说的话，我们说那个，就是说先不要动她，看看这个里边这个寝室里边到底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候，我们在门到门口的时候，就听见里边有这个威胁呀、恐吓这种声音，啊，就这个就开始出现了。那声儿挺大，啊！后来这个时候呢，正当我们要开门的时候，这个人们其实也把这个当时是15-16分钟吧，他们又从那边已经把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已经实施完了，正准备冲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好把门开开了，让他进去了。啊！你穿上衣服，他拿我钱，男同学拿了我一共现金600啊。然后转了他们那个微信500啊，别的没打你来了，没打我直接打，没打我呢，不是这种。等等，都把嘴闭上啊，快上来，快上来。别的没有。把女的弄走，你就快上来。把衣服穿上啊，贵重物品拿上，你让他手机贵重物品，手机在干那里，咱让手机拿来了。说那个女的是他的女朋友。然后说那个我跟他女朋友开房之类的话，怎么怎么威胁我，就是说，要拿钱吧，就是，他说给了他300块钱，给他300块钱现金，还有400，给他400，然后那个他就是逼着我用那个微信转账给他转了，又转了500块钱。没事，还有多少来吧？快说，还有多少来吧？没有了，现在搜干净。桥西分局凶的刑警队长。因为涉嫌敲诈勒索、抢劫，今天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知道了？听没有？给导上来，把导上来，过来。这是什么？从谁身上拿了？他是拿了谁到的？是你的吧？你拿了是吧？好，还有别的东西吧？好，走。赶紧来走，赶紧来走。那个，然后那两个人呢，就准备逃跑。我们当时把他摁到床上了，摁床上以后呢。从身上搜出这个一把匕首，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当时抢了400块钱。把你来叫我，来，你过来，来，你过来。你们走，往外走，都往外走。过来，我问你，我是桥西分局的啊，因为你涉嫌嫖娼，今天进行口头传唤，知道吧？好。是恶性案件，因为他有凶器，有管制刀具，啊，所以说我们那个经过那个把他们一起带到了中队，一起带到了公安局这儿，后来我们对他们分开讯问，啊，才知道是他们合伙实施了一起这个抢劫的这个行为。三名嫌疑人在实施作案过程中被警方抓了个现行。而其中的两名王东、张乐正是廊坊警方寻找的嫌疑人。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所谓实施抢劫，就是用什么呢？暴力和胁迫的这个手段逼迫这个被害人交出身上的财物，这么一种手法。这个手法就是在中国是很古老的这种方法呢，就是一种叫所谓说仙人也难防，所以叫仙人跳，
这么一种犯罪的手法。还有，其实他就咱们这个案子表现的是说有暴力胁迫的方法，是抢劫了咱们这个财物。但是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说，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种方法呢，多半是用于一些诈骗一些财物。这种方式借，就是他说把那个钱还完之后就带我回家嘛，带我回他们家见他父母什么的。他也是挺抵触的，他也不同意，他也是挺抵触的。王东和张乐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两个人都是九零后，王东比张乐大四岁。他们将受害人引诱到偏僻的地段或者是宾馆房间来实施敲诈抢劫。那既然王东和张乐是恋人的关系，王东怎么会让女友张乐去做这种离谱的事情呢？难道说他不担心女朋友的安全吗？这对恋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威逼利诱，无知少女卷入是非，网友预谋，疯狂行为难以止步。一线正在播出《烈焰惊魂》。朋友介绍的。朋友介绍的。朋友介绍的还是刘振良，我忘了，记不住。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对我挺好的，然后反正就是感觉挺适合的。王东当初在一家公司打工，由于跟老板关系不好，他便辞去工作，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就在这时，他认识了女朋友张乐。就直接了当的说呢，就是我欠我前女友多少钱？欠多少钱？两万块钱。为什么要分手啊？给那个？对，有些事挑明了让他知道，没什么不好的。不是他欠他上一个女朋友的钱。我欠多少钱啊？也没说。他说的话你相信吗？挺信的。为什么要信任呢？就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挺好的。还王东说，他的前任女友让他还两万块钱，这对于失去工作的他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前任女友的多次催促下，王东心里开始涌起了一丝邪念。道听途说来的仙人跳事件让他振奋起来。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挣钱，完聊聊天，后来我记得我是听谁说过，就是仙人跳这个事情。王东认为，找一女子引诱男子上钩，而以女子男朋友的身份出现进行敲诈，这样钱来的容易，可是实施这些得有女子配合。很自然的，他想到了女友张乐，可是怎么向她开口呢？他会去听，会去想。然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结果到最后跟我走上了这条路。如果说我非要软磨硬泡的让他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他会觉得。后来就一开始我也不同意嘛，不同意，然后他就说，就是想想以后什么的，就是说能快点回家嘛。经不起王东的软磨硬泡，张乐开始用手机约男性朋友谈恋爱。男子上钩后，张乐便约其到偏僻地带，早已准备好的王东等人伺机动手抢劫。就这样，他们几人作案十余次，直到警方动手抓捕。王东闻讯携带张乐逃到石家庄，刚开始两人躲在租住的房间里不敢出来，直到以为外面风平浪静了才敢出门。日常生活开销，就是住
住宿吃饭，住宿吃饭，然后啊，平时买东西。一天你们消耗多少钱？记不太清了。没了钱，王东又开始动起了邪念。可是干这事儿仅两人是不够的，随后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李强的男子。啊，完了之后我说你干了吗？他说我没干了。他说他以前给谁当过保镖。我当时一听感觉就是还挺壮胆的是吧，当保镖的嘛。啊，然后我说那个啊，你给别人当过保镖啊？我说那你知道仙人跳是干嘛的吗？他说也算是知道吧，有所了解。我说啊，问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行吗？我说这个你看着来呗。他就觉得，因为他有女朋友，不是也在跟身边吗？他觉得可以利用这方面的关系，因为他女朋友不是听的话，然后俩人就可以是吧？他做什么就是什么，让女朋友实施这些东西。李强，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原在北京市一家网络公司打工，因欠别人巨资，偷偷逃离公司。而这时他也急需一笔钱财，他和王东一拍即合。他是头一天说他第二天就过来了，啊，然后来了之后就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你说我做吧，好像还有点违背我女朋友的意愿，不做吧，有点骑虎难下，人家来了，你说我怎么办？不用做了，我说你要是真想做，我说我叫麦子，我说麦子你最后你另外找你，我说你别用你女朋友是吧？这第一这多那什么呀？这个我说那没事儿，他说用那女朋友跟我家可能是保密去了。就这样，两人做了周密计划。王东把女朋友张乐的照片发出去诱惑他人，有人上钩，他们便实施抢劫。是事先说好的，如果说是我女朋友先进屋的话，就是像刚才跟你说的是半分钟以内出门，然后半分钟以内不出门的话打电话，一分钟以内必须出来。然后再有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方说你在宾馆住着，你要找服务，你总不可能说是你去下楼接吧，电梯也没坏，也没有其他状况，女孩子自己上来敲门直接就进屋了是吧？而说如果是有这种状况的话，就让我女朋友直接敲门，然后她敲门开门的一瞬间，我跟我是男同二，我俩就可以进去了。今年3月25号，做生意的李先生成为王东等人的猎物，随后遭遇抢劫。当时他去那个厕所了，去厕所了，过了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开门出去了。啊，出去一会儿就是对，一会儿来了两个男的，就是拿刀子。当时挺害怕。对，当时挺害怕的。桥西分局凶犯刑警队长，因为涉嫌敲诈勒索、抢劫，今天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知道吗？听见没有？给倒着了，把倒着了，快！也是上了，从身上上了，他是谁拿的？是拿了谁刀的？从啊，是你的吧？你拿了是吧？好，给东西吧。好，走。把你拿走，行李拿走，行李不用。
然后那个我问他，我说我是干嘛的，你应该知道吧。然后当时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同伴还没有把刀掏出来，然后是那个啊，我大概明白了。然后我同伴把刀掏出来了，我当时也很诧异。正当王东、李强拿刀子威逼受害人时，被警方抓了个现行。我姓队长，因为涉嫌闯入勒索、抢劫，今天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知道吗？听没有？给抖抖来，把抖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李强他是知道，他说他也跟。他甚至他跟我们直接说过，他说我跟麦就跟这个王东和这个张乐明确说过，说咱们只要一动手就是3年以上的刑。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是做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但是这个张乐为什么还做这种行为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就能早点带我回去，然后就是别的也没什么。一对热恋的小青年，随着私欲的膨胀，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张狂。为了逃避打击，他们还销毁相关证据。王东啊，他们计划的再有一个怎么表现他们的计划很周详、很缜密呢？就是王东在每次实施完犯罪以后，离开房间之前，他一定会亲自把被害人手机里跟他们的聊天记录删除。这样一来呢，你被害人去报案，你没有任何的凭证。另外，这类案件发生后，受害人由于顾虑自己的颜面，一般都不愿意前往公安局报案，这也助长了嫌疑人的一些气焰。这个不会的，因为这东西也不光彩，是吧？也不想那个把事儿弄那么大，也是不想报案。当然咱们刚才也多次提到，就是说被害人也羞耻，他出于羞耻的心里边，出于羞耻的心理，他也不选择报案。再有一个就是报了案，你取证方面也很难取，聊天记录没有了，聊天记录灭失了。对于王东等三人的作案数量，警方正在进一步取证核实当中。如果是有被害人报案的话，那这个数量应该就是明确的。啊，如果是没有被害人报案的话，这个公安机关、侦查机关呀，无从取得这样的案件线索，那这个案件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侦破了。现如今，网络以及手机上的聊天交友工具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些新的技术也极有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警方提醒大家，微信交友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的去添加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答应别人的邀约，否则很可能会掉进不法分子事先就设计好的陷阱。在此，我们也奉劝一些人，在交友的过程中要洁身自好，抵御住各种诱惑。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